风水它不能够成为你的灵魂的伴侣，因为风水的梦想太大了，我也困不了他，我也困不了我的老公。啊，老公啊，怎么你不陪我吃饭的？啊，老公啊，我病了啊。啊，老公啊，你可不可以陪我去拉夜啊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，我一定要成全他，我只能够成全他，我不能够困着我的丈夫，因为他要飞，他要去寻找他的梦想。我们是女人的，我们只能够帮助，而不是跟他说靠北靠步，准备你个梦呢？准备你个梦，准备你个梦，你们，我们不能。马来西亚以丈夫至上的社会里面，我们女人不能，我们女人不能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妈妈从小讲的，家和万事兴。妈妈讲的，家和万事兴。我们只能够忍得了。